哎，我忘卡激活了，哎，傻逼！刚刚谁在跟我说话？哎呀，我能扛住这一波吗？就究竟，我能扛住这一波吗？我下去我都不想下去，你们下去。我操！我操！有点大。我操！电脑都卡了。我 OT 了。小心围哦！我 OT 了。我也 OT 了。哎，哎呀！救命啊！我好奶，好奶！救救我！我 OT 了。哎，这个、我真的要死了！我操，完了，好像要是下克一下了。为啥？打不掉，不是这个，你没发现没掉血吗？你没发现鱼没掉血吗？哎，怎么掉血？他也没玉串啊。有鱼串啊。啊？哪有鱼串啊？你给打醒了，你风筝的时候打醒了，咱们 reset 吧，怎么样？这打不完了。还能来，我还能来。你还能来，你太棒了。但是，哎，我死了。我死了。哪起来？不知道。哇，大家真的很厉害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我现在我真上了。有人能控吗？点一下鱼串，鱼串在哪儿？我在拉，我在拉。啊，我拦不住你了。你是奶道吧？等我，我打。试一下，大不了重置。又来了。时间断了。有断吗？3070，哎，巨人。啊，好卡哟！他妈，哎，这波都让这傻逼毛完了。你说的，你说的谁？是我吗？下一把，不是，这都让傻逼毛完了。哇操，毛了97K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重置。哎，我锁错了，我的问题，我操。你没锁错，你没锁错，你那个应该是锁到了，但是你好像就是转的时候给那个什么到了。好，出去啊。出去，重置，19。哇。这还能重置的吗？重置不是会减一级吗？减一级啊，就是。就减一级啊，无所谓啊，反正20层我觉得不一定打得过啊。是的。主要是 boss 中小怪兽的话无所谓。20层什么打不？嗯。我要把这。我咱术士打97K呢。知道吗？你刚拉那么多怪，我一个下传染下去，我都不知道传到哪个怪身上了。我一共只能你拉了4个怪，我只能传染6个怪。嗯。重置所有三魂，麒麟都卡了，我都卡下去哟。再试一次。你哎，还来？多少怪我只能打6个，我操！嚯，哎，你看看，哎。但是这个毁灭术爽了吧？我操！你看他打了多少个？是的呀，是的呀。你说再来一次，毁灭术都笑咧了嘴，我操！你没听见？